Hello， 自由时报 iStyl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念轩。最大的冒险哦，拍戏吧，因为过去拍的很多的戏剧的挑战，就是也受了很多的伤。然后在那个当下是你会感觉到害怕、恐惧，但是你必须得克服掉那恐惧，然后不让大家看到，然后去展现。所以有些时候是受伤的。这是最大的冒险和挑战，因为完全没想过自己会进到这个圈子。我本来的计划是当一个厉害的金融人才，我也是因为阴错阳差，所以进到这圈子。然后上了第一堂表演课之后，发现好爱，也是因为我去来尝试，所以我才找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我希望接下来可以接到的是没有尝试过的角色，因为对于谈恋爱的戏，我可能已经掌握的。有一点好了，但所以说，没有到很会谈恋爱就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驾轻就熟，没有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是希望可以尝试不同的戏，那就直接许愿，就是 maybe 角头吧，就是《古惑仔》系列一直以来是大家成长的回忆，或是《无间道》，甚至是《猛甲》这样的类型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所以要你突然来一个狠的眼神，马上就现在在 cue 我，要不要来一个？好了，就这样。我觉得一个喜欢的东西的话。真的，除非多到很夸张，但一个喜欢的东西的话，你会用自己的能力，然后不管是时间等待或是努力，你会去想要得到它。那如果没有预算限制的话，我觉得就多买几只这一只 Captain 的经典库克船长系列的表吧，因为它有潜水专业潜水认证的功能，我可以分给我身边很多一起潜水的好伙伴，就大家一起去海里面拍一些帅照。没有哎、欸，但我最近在看《二五二一》，所以看了很多的男主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带给我一些力量，也很想像他一样。最近就是一直脑海中都是他应该给我一些帮助吧。